听说这里有极客 X 跟河马举办的开运集市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 伊娃，打开零重力模式。哇哦！窗外的问题，要如何形容我们特别关系？怪我总是词不达意，我已经把你设置特别关心，怎么我们还不能同频？要如何形容我们特别关系？嗨，伊娃，关闭零重力模式。 冬天也可以喝到暖暖的热饮，好贴心。你看，这样空间就更大了，还可以带宠物出游。不要动啊！他们都说中医什么事情都知道，是不是？也还好，睡觉规律吗？挺规律的，可以，别老啊。嗯，不容易生病的啊，因为你的肾气比较充足。我的肾气比较充足。对，运动不是很多啊。嗯嗯。吃东西不规律啊。嗯嗯。 拜拜，再续一杯。Hello，我们害羞了，牵手手，好可爱呀！新运天，介绍呢？嗯，好啦，谢谢。哇，你看，这是我的粉丝又给我写的，身体健康一路生花，我写的是希望每个人都幸福。 哇，好运连人哦！谢谢，新的一年我们都要好运常在哦，新年快乐。